马林佐因伤退出年终赛。资料照欧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杜拜年终羽球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将在12月13日登场，不过赛前双双有人退出，既是仅在冠军澳元希望后，西班牙前球后马林也因伤退赛，空缺将由日本球员佐藤互相递补。马林今天宣布因为臀部伤势未愈，宣布退出下周将开打的杜拜年终赛。马林目前在世界女子单打排名高居第四，曾经夺下68周的世界球后头衔，今年曾四度闯进过超级系列赛决赛，三度与冠军擦身而过，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和新加坡超级赛二度败给世界球后戴资颖，而在日本公开赛才夺下本季第一关。此次台湾共有四组六人参加年终赛，创历年最多，女单由世界球后戴资颖领衔，男单周天成二度参赛，男双李阳李哲辉与女双徐雅琴吴地荣都是首度参赛。